即係自己中唔中意電單車啊？我自己其實咧係坐過我，因為我叔咧佢揸電單車，我坐過佢車尾咁樣，但其實我自己係好都幾驚嘅，因為覺得啊好似。即係個安全感爭啲啊嘛，自己坐喺車咧就包住曬，呢、這個就個人坐喺上面，但係好刺激，好即係好似長期玩緊過山車咁咯，我覺得係。喂，但係有冇即係自己諗過啊？第時我男朋友一定揸電單車，好有型，好有款咁啊！如果係有曬 background music 啊，一個好浪漫嘅車道上面咧，咁我覺得都 OK 嘅，試下咁。但係最緊要安全就 OK 嘅。但係有時啲女仔會唔會覺得即係坐電單車雖然係刺激，但係戴頭盔會好辛苦？係啊，有少少，即係如果你化靚靚裝啊，成不過男仔都唔怕啦，都 gel 曬頭，佢哋都唔驚，女仔都唔驚啦。咁但係焗啊嘛，而家大家都慣㗎啦，焗呢樣嘢最緊要真係安全就好啦。除咗嗱焗之外，一定係講個情況就係揸單車會食曬塵，成身都係污糟喎啲衫，都忍耐到咩？如果所以我就話間唔中一兩次咧都 OK 嘅，但如果譬如即係今日啊嚟到呢個活動穿到靚靚咁樣就爭少少啦，即係始終可能驚有少少咩甩漏咁樣咁啊，即係未咁完美狀態咁，但係、平時都 OK 嘅。打開香港01 App， 即刻撳下邊01TV 粒掣，再撳上邊娛樂街，所有娛樂話題湧曬出嚟啊！最熱最爆，八盡娛樂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